Dream 要露脸了。就在不久前， Dream 在频道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，下次视频更新时， Dream 将会露出他的刑天真面目了。这个重磅消息无疑引爆了众多玩家的肾上腺素，可以说粉丝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就连吉吉国王都快等不及了。这时可能有人会说， Dream 不是早就露脸了吗？甚至还信誓旦旦地翻出这样一个视频。I am Dream. I just want to say before I do this, just please be nice. You know, this isn't easy for me to do. I've been hiding my face for a really long time. You know, I could have just kept on doing this forever, but I feel like it's only fair, for you guys to get to know the real me. There's a lot that I've been hiding from you guys, so, yeah, I guess let's just do this. Here's my real face.方块妹就给大家辟个谣，这只是 Dream 在去年愚人节时开的一个玩笑，画面中的人并不是 Dream， 而是另一位油管主播 Danny。 到目前为止， Dream 唯一一张露脸的照片还是他小时候骑着鳄鱼的照片，小小年纪就身骑巨鳄，绿色刑天，恐怖如斯。其实早在2021年， Dream 就计划着和乔治面基并开启露脸，可惜天公不作美，由于疫情及签证问题，乔治迟迟无法到达美国，这也成了众多 DNF 粉一直以来的遗憾。而在今年9月19号，乔治发布推特表示他的签证终于下来了，并且很可能会搬到佛罗里达和 Dream 以及 Subnap 同居。这样的梦幻联动不仅是 Dream 本人，就连众多粉丝都激动得彻夜难眠，这真是理想照进现实，磕的 CP 成功奔现，简直不要太上头。想必乔治的到来也会像个贤内助一般，帮助 Dream 创作出更多有趣好玩的视频。Dream 不仅在发文中表示即将露脸，同时也预告着真人版猎人游戏的到来以及其他史诗系列的回归。不得不让人猜想，难道是我的世界猎人系列的强势回归？对于 Dream 的下一个视频，方块妹已经拉满期待值了。而 Dream 又在最近曝光了他的露脸剧透照，这更是吊足了粉丝的胃口。面具下的他不仅有着末影之眼一般迷人的淡绿色眼睛，更有着和烈焰棒一样炙热的金黄色头发，修长的睫毛甚至让远古守护者都黯然失色。透过这些照片，我们可以推测 Dream 应该会是一个大帅哥。不过方块妹还是希望小伙伴们能理性看待 Dream 露脸的行为，毕竟作为 MC 最受欢迎的游戏主播， Dream 的成就从来不是靠脸获得的，而是凭借其出神入化的操作和惊为天人的实力获得的。就像 Dream 发文下的一些评论说到的，我们很兴奋，但请记住，我们不在乎你的样子，我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我们都非常关心的人。 Dream，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，为有信心向我们展示你的脸而感到自豪，无论你长什么样，我们仍然会一如既往的爱你。小伙伴，如果说面具下的 Dream 长得不是你喜欢的长相，那你还会喜欢他吗？